最緊張係 Harry 老師俾。我覺得你選擇演戲係啱嘅。哇 ！OK， 演戲演而優則唱係最好。再磨練多少少先，係啊，係啊，所以點解我演員？每個人天生都有一啲長處㗎嘛，係明白。咁佢嘅長處咧就喺演戲度。哦 ，OK， 情感嘅將情感擺落唱歌度。跟住就輪到阿 Cloud 啦，有啲緊張添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後，像影子追着光夢遊。哇！老師哇咗一聲喎，哇咗一聲嘅意思係，我覺得佢係一塊未剁嘅肉。嗯，佢係選擇唱歌係啱嘅。O K， 即可能要再磨練下啦，都係。因為佢太細個啦。哦。因為唱歌其實係要經歷㗎。係。就太細個，其實好難入到隻歌。但係你天生有一把好好聽嘅聲，但係你隨住你一啲經歷啊、成長啦。你會唱得好好，繼續努力。多謝，即係年紀都有啲因素嘅，絕對好大因素。我應該好有經歷喎。不如你唱翻首啊？係啊，等咗好耐啊！嚟嚟嚟！但係我一個跳唱歌手嚟㗎，老師。我睇得出㗎。跳咗唔唱嘅意思。跳咗就 skip 咗嘅意思。OK， 嚟。選擇唔俾嘅，其實唱得好，唱得好。不過你都係做翻 DJ。OK， 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費重温更多精彩節目，任你選擇。